舆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Night。今天我们来挑战巨匠立的 flag， 你敢问，我们就敢答。现在开始。下一个。我觉得是挺可爱的，其实是看你对作的理解吧，是得加个前缀这种。赵小棠总决赛，妈妈因为年轻漂亮登上热搜高位，看到热搜之后妈妈有说什么吗？我妈没说什么，我很惊讶，我第七没有热搜，我妈登上了热搜。但我觉得更多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吧，家里人还是要保护一下，就是这样。严璇作为发量王者，甩头发从不糊脸的秘诀是，哎，我也很想知道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陆柯燃好像是几号来着？我们去一起大家出的第一个通告，就是必须他相对有了实感。意思就是说我们穿的时候都没有。对，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，都有在给我发微信。我忘记第一个人是谁了。这个问题是采访的，你猜啊，除了身高外，还有什么你绝对分毫不让？这位是陆柯燃啦。口红要涂大红色吗？你说不是，他是一出门不管化不化妆必须要涂口红。哇、哦、陈伟 The Night 忙内是什么感受？被称为最不像忙内的忙内，你认证吗？好说。在团里面有受到优待或者健身的一个频道的优惠。我们可不敢去。我的团的这个忙内都会同步的一点就是撒娇，被评撒娇的人现场撒娇，然后让路人来关注一下你们。李佳琦是在微博买房了吗？如果可以用微博在线时间兑换产权年限，我觉得自己的微博房产产权能有多少年？我现在已经有八年了，我这个微博是老号了。产权是能归属他多少年吧？对不对？一辈子。一辈子。房产没有一辈子的，因为70年。70年以后。90多岁了，差不多也是也可以夕阳红了。谢可寅，蝴蝶帮的入帮申请书要怎么写才能感动你？觉得自己成为帮主的优势是什么？因为我说实在话哈，凤凰帮的话战斗力根本不行，就是那种，哎，只是我们没有拓展业务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成立这个帮，我们就是为了乐于助人的，给人剪剪头发、染染头发、做做指甲什么之类的。刘雨欣，刘老师的他评分盛况几何？那我接下来可能有这个团体问题哈，用3个4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这个团体。说古灵精怪，风格迥异，特立独行，奇葩聚集。对，官方认证一下这个宿舍分配情况。那我们每一个宿舍报一个宿舍大料，就一句话的，一句话那种。在我的床上就是3个，在我房间，然后下水道都吸。我也要爆料，赵小棠为什么下水道堵了？我说你们看不清楚，我说你们好吗？爆料吗？谁肯的料吧？肯定不是爆料，就是因为每天我们敲他们的门都敲不醒，就是大概一个小时都敲不起来。公开知道的，太危险了，太快。我们打电话到他房间都不行。我的房间是我们整个公司自己打的一间，就是 VIP 室。这门呢又实木的，敲得来，我根本听不见。床也很舒服，床也很大，完全丝毫。那时候我正在上楼，床下面正好喜欢。啊，预言这个人就是难得的撒娇，我见到过，一开始很撒娇，然后施老师今天有空吗？可以教我练吗？阴魂不散，到最后他已经没耐心了，然后我又去洗东西，他说。来，快教我！就是越来越对，还是这样好使。搞错了，再来。EDM。
你把我都带上了，好适合教教他。听着，你为什么要买衣服？好好吗？这个太可爱了，偶像包袱多重？哎，这个太可爱了。我希望我们尽快在年底前发专辑，专辑一定要品质很高，然后很高端，然后很好看。请问你今年有没有结婚的打算？很棒哦，这得是多小的小朋友啊。今年这不用问都知道了答案了吗？谢谢热榜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九个人中最喜欢谁？哇。